真的做很多事情，还是靠这个钱。因为当时我们要去，我们举例名义是嘛，那时候除了你还有谁？就把全部新北市的消防队去上课，还有你们两个，非常没经验的，没经验钱。你要不要这种哄着笑的？因为当时新北市说好啊，你被整合啊，但是那个消防队，那个就是我们这一三线给消防队全部去上课，而且是几十场啊。全新北市的消防队，所以这种很多东西我下回这样做不下去，要有革命的热情。哇，就这样，后来我们就是把整个双北的这个救护体系把它并起来。当然这个登录系统，你什么时候做都不晓得。哇，他所以有时候哈。我在想哦，其实政治哦，就是给好人来做就好，就做简单。因为如果不是这种有理想的去到台北市政府，就像所以以前那钱真的乱用，对吧？我们来用都比较 cost effective， 公司那个现在那样，好了，不要再讲了。